去啊？六字，安全驾到零。你叫咩名啊？我做咩话你似啊？我知道你叫咩名啊？你应该叫做啊，叫苏丽珍。边个话你知噶？你今日有啲唔同喎。冇啊，冇咩唔同啊。冇。你面色苍白，印堂发黑，应该会有大事发生。你究竟想点啫？冇，我想同你算个命啫，1000蚊一分钟。我点解要俾你算啊？仲要收得咁贵。因为你将会成为我的朋友，所以条命特别贵。你睇下我表。我点解要睇你只表啊？一分钟啊。够钟啦。说吧，今天几号啊？16咯。16，4月16，1960年4月16号，下午3点之前的一分钟，你和我在一起，因为你，我会记得那一分钟。由现在开始，我们就是一分钟的朋友，这个是事实，你追不回的了，因为已经过去了。我听日再嚟帮你算命。嗯，你讲就系啊？点解信你啊？你为此系边个啊？我讲咗啦，因为我算命又准又贵噶嘛。你估家下炒楼咩？越贵越好啊？嗱，呢啲叫信心嘅保证。我如果唔准，又点可以收咁贵呢？你知唔知有大把人排队送钱俾我啊？呢啲系佢哋嘅事啦。总之我系唔会随便将条命交俾人哋算。不如你睇下佢点讲。边个佢？阿珍系讲得冇错噶，点解佢讲得冇错咧？佢话喂，算命佬收得越贵咧，就越值钱嘅，呢个系事实噶。啲算命佬收得越贵咧，佢就觉得自己身价越高噶啦。我仲可以话到有咩听，收得越贵咧，分钟生意仲好啲添。但系有一个基本条件嘅，个基本条件就系咩咧？佢识包装自己。嗱，点包装自己咧？第一好简单嘅，搞一个好大嘅写字楼，搵个秘书，你预约佢，原来好难约嘅，要排期排好耐嘅。装神弄鬼，可能佢好得闲噶，冇嘢做噶，但系佢都要预约好耐。第二样嘢就系咩啊？佢搞个咩名堂啊？话自己系咩上司，话自己系咩真人，话自己系咩道人吓、啊？我唔怕话俾你听，嗰啲所谓上司俾钱买翻嚟嘅啫嘛。睇相啊，算命里边嚟讲，你会觉得好奇怪噶，好准噶。点解会好准？我相信好多人都想知嘅。你问我，我可以俾个答案你，我都唔知道。但是在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信仰的生命里面，我们的认知是什么呢？原来撒旦要令到人离开神不得到平安，他会赋予一些能力给一些人，就好像这些所谓风水算命师，给他一些能力，可能知道一些东西，在我们的生命轨迹里面，可能他知道一些东西，他将这些东西讲给你听的时候，他怎么迷惑你，让你离开平安，让你离开神。这个是我们信仰里面一个很大的奥秘来的。仲有一樣嘢就係可能大家都唔知道嘅，算命師最叻嘅係乜嘢咧？口技。咩叫口技咧？嗱，如果佢同你講嘢嘅時候隱隱晦晦、欲言又止，啊呢下就最攞命嘅，因為咧佢你會覺得佢哇，原來有啲嘢佢係唔係好肯講俾你聽嘅，你就會繼續去追求，去追求，希望佢將佢想講嘅講俾你聽。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如果呢個算命師講得好準。你仲大鑊，點解大鑊呢？
佢講得好準嘅話，你知道咗，你未必你會覺得你會得到份平安嘅喎，你會個心好忐忑，你唔知道用咩方法解決。唯一嘅方法就係話，你希望個算命師幫你解救，你就會請個算命師有咩解救方案。咁即係話將你嘅選擇權、生命嘅主權交咗俾個算命師。如果佢做到一次準嘅話，你一生就受捆綁。點解？因為如果你要做所有嘅事情，你未問過師傅，你不敢做；你未問過師傅，你做得不安樂。咁即係話，你一生就被呢個算命師捆綁。仲有一樣嘢，我仲想提出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喺算命行裏邊都講，就算命師其實都有佢個運氣嘅。如果算命師運氣唔好嘅，佢講得好叻都好，都可能講錯會講漏嘅。講錯講漏嘅結果係乜嘢？係你去承擔，係你去承擔。你諗下，你竟然將你自己的一生一些選擇交給一些你都完全不知道的什麼人去幫你做一個選擇，你說你是幾老襯呢？耶穌說得很清楚，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只要你跟從他的話，他就給你一條道路，很清楚的道路你。我相信很多人都聽過一句說話，就是說只要你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得救了。什么叫得救？得救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你离开了这个命理控制你的轨迹，你离开了这个轨迹，跳出了这个命理的框框，你的每行一条路都是由耶稣带你行的，你得到的是平安、喜乐、有盼望。为什么你不选这条路？你选一条被命理轨迹限制着你这条路，你活得可能很辛苦。你问我，我已经揀了，我揀了一条赐我平安、赐我喜乐、有盼望的生命。